11块钱挺值的。大饼这边别炸，让他专心吃吧，亲。再见。爸爸炸别人。爸爸不干爹。爸爸叫的餐厅里面有人。In the dorm for registration, can't even scare. You miss it. Don't miss it. I told him not to.刚才你去洗手的时候，那个他玩小家伙玩起绳嘛，妈那绳松了，直接飞到顶上去了。后来呢，然后一看，我这余光看那就是你后头那桌，就是那个穿粉衣的小女孩，立马就鼓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那个立马就鼓掌了。然后后来我一看，这我能够着，后来我一够下来，那小女孩就不鼓掌了。所以我觉得特逗，就觉得人天生有一种那种幸灾乐祸的那种。好吃吗？挺好吃的，这烤的挺嫩的。嗯，哈哈，不错。其实真便宜，真值。我吃一个吃肉排，他在这儿吃了。小孩子吃饭熟了没事吧？这太大了，切虾了。是，我切肘子在这儿切。以后等胃口开了，我一定在这儿好好吃一下。啊，一去火呱呱，吃火呱呱，然后再吃肉的。我把这漂亮女孩子照下来了。